该有抬了应该10分钟左右吧，因为抬了几次没抬起来，后面赢多了就抬了起来了，刚开始赢不多嘛，然后从车头都爬到车尾了，20多个也能抬一辆公交车，就是后面抬起来，然后那个男孩就出来，好像应该是救援报警叫救护车了吧，是公交车拐弯的时候可能拐近了，碰到可能就压到里面了，没有抬起来，就是把它抬歪过去啊。